现在我手上拿这两个呢，就是我今天绘图使用的工具。
首先这个是大家比较常见的，一般市售都很常看到这种铁盒形状的色铅笔。那我今天使用的眉彩呢都是水性色铅笔哦，因为我很喜欢用水性色铅笔，就是因为它画完的时候你加水它就会有水彩效果在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玩。那另外重点呢就是我手上拿这个很大的公式包，它其实是个绘图组哦，叫做 Color Block 181PCS 三层皮革美术绘图套组。那就是顾名思义，它里面就是总共有三层，那每一层呢都有不同的眉材，像是水彩、亚克力、色铅笔、炭笔、粉彩、素描铅笔，甚至里面还有附赠刷具啊、橡皮擦，还有削铅笔跟木头人偶等等。有没有绘图箱一层一层的打开来的时候，真的会觉得哇，心情超级好的哎！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哦，如果要购买这绘图组的话，请一定要记得输入我的折扣码，在影片下方呢，我会放上我的折扣码，输入完毕后呢，你就可以享有75折的优惠哦。这里面就是感觉就是个百宝箱，就如果是你本身很喜欢创作，或者是你是初学者，你想要玩各种媒材的话，我觉得像这种组合还不错。影片看到这里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同学们会发问说，哎，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些色铅笔它的手感跟它的显色度如何呢？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，它本身的握感跟它的轻重度我都觉得还不错。那关于显色的问题，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可以感觉到，它的发色、它的饱和度其实效果都还蛮好的。像这一张就是今天影片中有出现的，可以看到饱和度就是蛮不错的。那这边也是用同一个画具去画的，整画面的彩度跟明度好像都偏比较低一点点，因为重点就是我颜色堆叠就没有像这边堆这么重，我这可能就轻轻画过，所以加上水以后呢，它颜色就变得非常的淡，所以你今天想要浓一点的话，你的笔触就可以让它加重一点，颜色表现度就会比较浓。那收纳的话也很方便，你把东西放进去就盖起来就好了，也不会让你的环境变得很脏乱。本身呢是有一点重量的哦，不要看我拿好像很轻松，我是觉得它是有一点偏重，就是拿它的时候可以顺便练一下手臂的肌力。它还蛮漂亮的，它整个皮革我觉得做蛮漂亮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如果你想要看我更多手绘创作的话，请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喜欢的影片再按个喜欢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